卡卡新闻啊，马来西亚吉隆坡高等法院驳回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要求撤销遭起诉的申请。马航要求高层撤销三名失踪 MH370 班机的乘客家属的起诉官司，理由是公司在 MH370 班机失踪后八个月重组成立，因此对失踪乘客无赔偿的责任。不过法官不同意辩词驳回申请。